没有啊，我看了。你都看了？基本上吧，但是我你啥时候看的呀？偷摸的，前段时间就全看了。今天没给这个二皇子准备葡萄啊？他得时刻吃葡萄吗？我寻思他来了，不得准备点葡萄啊？不行，让他吃点枣，吃点枣得了。真聪明。你说电视太高清了，对演员也不友好。不友好，你有的时候太高清了，你就看这演员今天演上脸上爆个痘。他有的时候上一场和下一场不在一天拍，完有一场痘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对，有时候上一场还没有痘，下一场长个痘。那你咋整啊？没办法。那胖瘦不是更是吗？对呀、啊，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同一天的事儿，完隔好几天拍，那你就突然爆痘了，那一点招没有。但是这个脸的磨皮可以分人磨吗？那我不知道，你们要求说我这个时候要给我开个瘦脸。这几位你认识吗？我只认识刘端端啊，端端老师挺有意思。他这不是演阴沉的反派，还不是那种阴沉的反派，还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反派，就是刘老师，我感觉他特别适合演那种病娇反派啊，嗯，外表柔弱，心理变态那种，上有那种气质，就那种。但还有点可爱的那种反派，都很适合他。嗯，叮咚，呀，来了，驾到了，驾到了，来了，加一点，嗨，哈喽，妈呀，请进吧。哎呀，为什么？哎呀妈呀！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呐！哎，挺大的这地方。哎呦，播着呢！还没到那个你们出场呢，还真的打扰了。说你们是剧粉，还没看过吗？他是他全看了，他全看了。我看了差不多了。干啥呀？闻见我身上有狗味儿了是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你看，这是你的妆造还是说破了？昨天晚上那打架了，破了。这咋整的呀？这是破了还是妆造啊？我长个大痘。啊，没事。哎，我俩刚才说这个电视贼高清，对演员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很吓人，对吧？真的是。先看看你们带了什么东西，好不好？我是带了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小熊猫的玩偶。哦，谢谢。那里边还有一个手机，是你，是我的。这个手机也是送给我们的。不是。哎呀妈呀，哎呀，这是我的。紧张了，真是。雪晴，你是爱人还是艺人？我很爱。你很爱是吧？我现在很爱。毛毛，你呢？我是爱人啊。哎，小郭，你是爱人对吧 ？INTJ， 就我一个艺人。你是艺人，我今天这个局就靠你了。来，各位，今天那个主持啊，我来 Q 流程，就靠你了。行了，我来 Q 流程吧。对不起啊，这个是我的这个礼物啊。刚才雪晴还说呢，说二皇子来没给准备斧头，您自己带了，自带了，这是。然后这个是你的公仔，老二的一个。哦，谢谢。一个那个，这好辨认，这有刘海。是，嗯，这刘海。然后还一个呢，就是一个游戏机，这样的话以后来朋友的话就可以玩了。再一个就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这个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礼物以外呢，其实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才艺展示，对吧？还有才艺展示，原话说的是精神礼物啊，精神礼物就是给你们精神一点点震撼的那个样子，快展示吧。对，然后我的这个才艺展示呢，还需要你们俩二位配合。啊，来，好家伙，就拿这拿本来了，难吗？来吧，精神震撼。哎呀，这什么东西啊？两位老师，剧本吗？这是？对，需要你们配合一下。这啥？以前有一段《毒液》的配音。哦。啊。
这么多活啊你。对，那个然后雪琴呢是扮演那个陈太太。哎，我想当陈太太。哦，你想当陈太太吧？你看我这个，我看陈太太词儿少。我谢你，那我那个我来劫匪吧。来劫匪啊。那艾迪呢？艾迪和毒液都是我。sorry。接下来有请火锅侠带来他的经典之声，为电影《毒液》当中艾迪和毒液两个声音配音。嗨，陈太太。还好吗，艾迪？和以前一样，没变化。不对吧？说吧，今天吃什么宵夜合你老人家的胃口？炸薯条还有巧克力。好，可以，没问题。喵，该交钱了，陈太太。求你了，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快点。那是坏人对吧？是。喵。你要是再敢来这家店，不对，要是你还敢在这店上待一天。到处欺负无辜的市民，我们就会找到你。好厉害呀！现在你上面两条胳膊，下面两条腿，再把你这张脸藏到我的家撕下来，懂了吗？没错，到时候就成了没有胳膊、没有腿、也没有脸的黑人等了，在街上一路滚下去，像风中的一坨肉。听明白了吗？你是什么怪物？我们是毒液。哇，你好厉害呀！怎么出的那个声音、啊？他怎么才能发出这种声音呢？啊，你看，干嘛呢？干嘛呢？谢各位老师，你那个绑匪演的，该交钱了，陈太太，我一秒破功，东北版的，讲道理，贼开心，讲道理的绑匪，来吧，可以啊，要不二位先展示一下。展还有才艺展示啊，我们来个即时即日即如风。祝张哥即时即日即如风，光年风月如风灯，增福增禄增禄增财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太恐怖了，太可怕了。哦，不是，你这样咱们可以坐那边聊会天啊。行，可以啊，去那边咱聊会天。好好好，聊会天。坐会儿，请坐，请坐。坐会儿，聊会儿天，好，闲聊一下。来，哎呀，哎，你的萨克斯呢？我萨克斯我准备了，在哪呢？在那儿。现在是不是得来点配乐、诗朗诵啥的？你还有萨克斯？需要点音乐。对，他们就是说让每个人都展示点嘛。那你的萨克斯，我现在需要点音乐 ，music please, baby。你真会吹萨克斯啊！我他们那里有萨克斯吗？那里有。又是卡祖笛，我的才艺是把卡祖笛吹出萨克斯的声来。哦，哎呀，哎呀，好厉害呀！咱这很高啊，对，太高了，太高了，献丑了，献丑了，哇，你真挺厉害。我他们来的时候还骗我，你真会吹萨克斯？我说会，我说会，我就是。好厉害，但这个也是厉害，那卡祖笛，因为不是很好吹的好听。对。哎，你平时除了你下班之后，你愿意唱歌吗？我挺喜欢唱歌，但我不怎么愿意去 KTV。你们平时去 KTV 吗？嗯，去。但是以前我那小时候做过酒吧歌手，你还做过酒吧歌手？对对对对，我做歌手就不愿意去 KTV。小郭唱歌也很好，他是不是歌手出来的吗？对，郭唱歌很好。来吧，那么唱什么类型的歌啊？我们就是说了，我们大家都唱毛毛的歌。可一个羊往死薅。对。我想找个吃的，这附近真没啥吃的。我现在在咕噜咕噜了。哎，吃这个吗？牛肉。不。你要吗？我不饿啊，我不饿。完了，我点外卖困难。哦，我这边我知道吃啥。汉堡是不是？可以啊。辣还是不辣？这地儿是崇文街。哎，
这个是哪个单元啊？你有人知道吗？哎，元宝，你进来，元宝，元宝，进来。汉堡给你点完了哈，点完汉堡，好好好。是不是我们这我们这是不是要给你捣乱？不会，没有没有，不会不会。我明白你，我明白你说你的负担了，就你觉得你太异了，你说会觉得根本会觉得太异了不太好，根本不会是吗？不会吗？根本不会，好吧，绝对不会，好吧，你信我。走了啊。走了，回家了。让他唱歌走了。刚刚才这样，把这都收拾了，收拾完了给他总也拿好了，吃的喝，完开门就走了。你们有聚会提前溜的吗？除非是喝的不行了。有看着的，他不让你走。哎，你上哪去？你看一下，你上哪去？你上哪去？咋去了？你上哪去？我去洗手间。我们以为你溜了。没有，着急收工的时候感觉。不是因为在酒局，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人科，他就溜啊，他都不是在局上溜，他会趁你们不注意转身就走。那你问他呢？你问啥呀？发微信问呢，也不回。他就觉得大家会不让他走，他才这样走的。他在不知不觉间吉他版鞋都不拿就走回家了。端哥的歌啊，端哥，你这个酒吧驻唱唱的是把酒倒满呢，东北酒吧驻唱。厉害是吧？感觉像老吓人了。你在哪个酒吧唱啊？在北京的酒吧。我上大一的时候。北京的酒吧。北京的吧。赖屯后海。后海。一般那时候都唱啥呀？捞帅大米，两只蝴蝶，就这些。你来一首那酒吧驻唱经典曲目呗，每天必唱的那种。给你，主要那一个歌还伴随着一个从前的 MV 呢，你看这样似的。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哇哦，那是温柔的歌声。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曾雕琢我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义无反顾的成长和求救，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来吧，就半段了，好厉害呀，好厉害呀，毛毛的歌好听，好听，唱得好，谢谢谢谢谢谢。哥，你是表演专业？对，学表演的我。那第二部好像你们出来的更频繁了，比第一部。对，我第二部是确实比第一部要多，因为他基本上老二当成第一部的全大反派嘛，他第二部就是两个人要打了嘛，要弄了嘛。反正没关系，第三部我们就挨个都死了。啥时候第三部啊？不知道啊，还没有拍摄计划，听组织安排吧。第三部你们全都下线。他是皇帝。啊啊！还说不定呢。嗯，还谦虚上了，你还有啥可谦虚？说不定呢，还没拍呢。哦。我们说准备了四五年，就是到拍二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努力。为什么我们第二季要死了？我说一定要把它给善始善终。结果一看剧本没死，没拍到那儿哈。啊，那不会第三部上来就死了吧？很有可能。第三部如果按照顺序的话，应该在中间。比如说，如果第三部有四十集的话，咱们应该是在23、24集的时候吧。太剧透了，你这。就啥剧透？就小说都搁网上写的，这还用剧透啊？那我就兴许改呢。应该。我觉得这种东西生死应该不会大改 吧我觉得要是有点太沉重了，陈萍萍也死，就但死得很惨。对，那谁是战中的呀？战中的他啊，庆国是他的了。其实大哥也是、大哥也是，然后那个小范大人是携着像王启年这帮他们就归隐了。喂 Hello、您到了是吧？得嘞，这么快啊？哇，汉堡包。哎，你们在一起，就私底下听谁的呢？听刚哥的吗？听刚哥的，是吗？刚哥比较能组织一些。
我组织比较多一点吧，因为我年龄大嘛，我就比他们都大。端哥一喝完酒还喜欢跟人对戏，我不知道咋了，就是现场对戏、啊。你跟云哥对，我们俩喝着喝着对上戏了。他喝的最多，云哥还行。他能喝吗？张云能喝吗？能喝，应该也可以，很厉害。但是你不记得吗？我不记得，一点不记得，完全都不记得，完全不记得。我们所有人都说这是咋了？嗯，说山东话会影响你们的颜值吗？哎呦，会，其实会。这样吧，你就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子凡，我在《庆余年二》中扮演的是三皇子，他是一位是吧？我得翻译一下啊，我得翻译一下，因为很久都没说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子凡。我在青年二中饰演樊皇子。不行，我的人设要立住，就感觉岁数变大了，你们认为？哎，那你们学普通话有困难吗？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以为我说的是普通话，其实是青岛普通话，他们就说你的口音很重，要改。我说我哪有口音啊？我学也费劲。你也是，确实是。你俩都是东北人是吧？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辽宁。那辽宁口音重？铁岭嘛，口音最重的地方。哎，不是，刚才不是问啊，如果想换一个角色，想演谁吗？那范闲。你是想范闲是吧？之前有一个，有一个活动，问过我说想演谁的，我就说五竹。为啥呢？因为他是这个宇宙里面，起码这个世界观里面最强的人，对吧？端哥，你想演？我以前说，如果说不考虑那个不考虑任何的性别的话，第一季我说的是那个长公主。长公主啊，因为很有风的那种，就是她那个这个就是拉的值比较大。雪晴，我问问你跟毛毛，就《庆余年》里面有没有你们想演的？你要是让我不考虑任何的话，我也想演五竹。为啥呀？因为帅啊。帅是吧？对呀、啊，完了贼猛，就是这种天下第一，就是而且还猛演，我觉得可帅了。哎，彤彤，我们现在在跟雪琴还有毛毛，我们在录他们那个节目，然后说现在所有人都说最想演的就是五竹啊。对，我觉得五竹很好啊。雪琴说原因是因为帅、啊，帅真的帅。反正我从小看这种修仙的、玄幻的、武侠的，那就觉得那天下第一最厉害。那个彤彤说替我带好啊，感谢。要不要打视频？哎，不，社恐了，别社恐了，社恐了，太社恐了，我恐了。你们俩认识吗？你是喜欢彤彤那个？我恐了。你先选五竹叔是吗？不是，我恐了。他演的也很好啊，他演的很好。别，没有见过这样的社交悍匪是吧？太恐怖了。他们说我社交恐怖，说我是社恐，包的说我是社交恐怖分子，救命啊！哎呀妈，怎么还给人打出去了呢？你快挂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我的妈！我的，你太可怕了，这个人。这边开始集体社恐了，给你打视频，集体社恐了。这才是你给他们的精神礼物，真是，我觉得比我们表演才艺有用多了，真的是，一刻一下脸就红了，这。你太恐怖了。哎，毛毛，你要想演，你演谁？说一个那个你能接受给他打电话的人，你看。谁？演谁？哎，我觉得那个王启年也不错啊。王启年行，但我想的有点累挺。大人，我可能谁演那个谁演那个，宋轶演的那个若若，对若若，我觉得若若很、很魅力，对，很好。对，上次那个宋轶来的时候，我就说她很适合演那种又善良又智慧的那种女性角色。哦，你会想演范若若？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那里边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一个人，没啥毛病这人。对，哟，谁呀、啊？打回来了，对不起，给我打回来了。不接不合适吧？不行，不好吧？救命啊！不接不合适吧？哎呀，太厉害了！哟，素颜就这么帅？救命啊！素颜就这么帅？你认识他吗？谁呀、啊？童老师，童梦刚起啊，我们是在录节目呢。我刚才一说到你吧，就是对面的两位朋友就开始社恐了。啊，
一位叫做毛不易老师，毛不易老师与雪琴老师。哎，我这也有、啊。我知道这个节目，那个毛雪旺是不是很喜欢是吧？对，我经常刷到。那要不然你赶紧过来吧。你们家住这地方在很近哦。他社交悍匪，你别管他，对吧？我们假装看他，假装看雪。哎呀，这个真可爱。进来吧，最后把烙款烙在。越传越近了。哎，你好，你好，童老师。哎，你好，你好。别谢。你好，那个啊。哎，他怎么脸红了？雪琴，你不好意思打扰了，因为他们问说那个喜欢哪个角色，我说喜欢五竹，这个刘端端老师，在社交上比较厉害。啊，太厉害！是是，欢迎你来毛雪旺啊，有机会可以来玩一玩，很近，就在对，很近，你家离得也不远，要不收拾过来吧？哎，很喜欢这节目，我很喜欢，感谢感谢，赶紧来吧。那你给一个屏幕吧。哪个屏最 OK？ 哪个都，你找一个。我发现咱们这几个人吧，搞气氛一般，为难别人，但是实实在在的在行。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涂梦石，在庆余年二中扮演。产生了一条 ID， 现在。那个。希望你早日来毛雪旺玩。这个很喜欢毛雪旺这个节目。你瞧，真的是彤彤素颜都这么帅，真是。行吧，啊，有点突兀了。谢谢。啊。行，你们玩得开心啊！得嘞啊，拜拜，彤彤啊。其实挺遗憾，长得那么帅，但是却看不见脸。很帅。你刚才你脸色恢复正常了？我恢复正，我多吓人呢！你突然嘎就举过来了，我突然就得跟他说话。你这个，彤彤给我发信息说他刚才懵了一样。我们起码还有个准备，他可一点没有啊。悍匪，太悍匪了。你们能接受吗？如果就是比如说录节目就私下聚会。要忽然来，起码得这个人我先见过，对吧？一个很没有见过，你这太恐怖分子了，这太悍匪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包的什么时候呢？但很有意思，我们边上的人看得很开心。你完事没有啊，包？看他的时候就很开心，看他那个样子。天哪！不好意思。又有人来电话了，看是谁哈？喂，端端，喂，哟，没做头发呢？这个男人正录呢，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个男人太可怕了，这种社交悍匪，哎呀，太可怕了。包子哥，然后还有两个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啊，我认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不认识。那就递给不认识毛毛了，毛毛认识，我先打一个招呼，再走。哎，大刘哥，大刘哥，现在那个刘端端老师现在就主要是让我们跟自己有可能不认识的人见面，但毛毛跟你没有见过，交给毛毛了。哎，你好，你好，是是是，看的人总是很欢乐。我是不是太砸场？太厉害，砸场，这个环节很爆。我觉得很精彩，很精彩。我正在化妆呢。是是是，看出来了。祝你化妆顺利。哇，好客气啊！祝你化妆顺利哇！化妆还能有什么不顺利？T 哥怎么样？录的？昨天演了。有没有被淘汰啊？我不能说。哦，是不能说。我想问问，对对对，龙哥怎么样？能问吗？龙哥怎么样？龙哥哦，梁龙，龙哥啊，行，那就行，我就秦昊，梁龙，那秦昊呢？也没问。你那打了一眼就知了，我们俩关心一下，我们俩这两个朋友怎么了？没问题。行，你那个，你到时候跟 P 哥的朋友来一下毛雪旺。我不就是 P 哥的朋友吗？您是这一次。我很想跟你个皇子一块儿。皇子。这不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都是挨人，只有老二是个艺人。哇，二皇子现在把我俩弄得整治了，我俩给我俩一顿整治，治得服服帖帖的。你们再看一下找两句吧。哎，我跟毛老师打个招呼。打过了。拜拜。快点吧。你看毛毛也是挨人，对，他也是挨人，今天就有一个艺的啊，你加油吧啊，拜拜啊。
加油啊！就完事了。那你哦，对，跟镜头前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也太奇怪了，他看你，哎，不追我了。摄像机上墙了，这种。啊，你们那不是也是吗 ？GoPro。我养。哎，给我弄反了，对不起，能不能？哎，你这。行了行了，你们聊吧啊，你们录吧。啊，行吧啊，这么着，拜拜啊，嗯。还有没有人？你再来一个。嗯，上瘾了，我真上瘾，上瘾了有点。看着别人差不多得了，你花一份钱想请多少嘉宾啊？不能这么蹭，稍微蹭两个得了。我都不好意思，被制服贴了。还要水不？没有，不用。哎呀，这家伙！别忙活了，别忙活了。我觉得我要不再站着，我就容易找。汗如雨下，这热场了，这算是暖场了。真厉害呀！除了有点害怕之外，怕了这太抱歉了，我们被毛雪旺彻底拉黑了。不会不会，你再来，下次你再来，你挺精彩。我想好要给哪几个人打视频。对，你挺精彩。通常拍一个戏就是大家都会变熟，是吗？不好说，也不一定。有不好说的时候。分剧组。分组。咱们这个组，我觉得气氛特别好，特别好。那你们在戏里边其实不是老能见着。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 call 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厉害的，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多，就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我吃到了他做的有那个鸭腿的三明治，还有一些川菜。听着都复杂，鸭腿的三明治。鸭腿就是它叫什么？油封，用鸭腿煎出来那个油封的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这种词儿都，就才没见过的那种词。嗯，他哪有时间呢？拍戏那么累了，我也很奇怪，那么累，他那么多场戏的，还天天做。我觉得对这种事儿可能是一种就是解压。对，他就热爱这个，热爱这个。我觉得这个生很懂生活。不好意思，我就来一个，是又是谁给咱们拨进来了？彤彤。哎呀，啊，那快结束了。哎，彤彤咋了？彤彤又帅了是吧？彤彤，不是，啊，你是想找雪琴吗？你要过来啊？不是，你刚刚是啥意思？我刚才是你愿意过来就过来。不行，我没给钱，没给通告费。要钱吗？别了，你这难在哪位人家？不要钱。我不敢。那行吧，你这样，你自己跟自己跟最喜欢你的雪琴自己说吧。我没给通告费，现在没。啊没事，你别这样，多不好啊！不好吧？我们他能说因为来都来了，不来吗？那不太好吧？不是你自己找的事儿，你自己解决，我咋解决？你说我们不让来，好像不欢迎似的。完了，你说一来又像蹭人家。毛毛跟雪琴他们都不好意思说，下次专门请你来，啊？不是，对我怕没给人，就是人家就来了，就不在，这不好经纪公司啥的。啊，你看他们是这个顾虑，说不找什么经纪公司啥的。不给人添这个麻烦了。这个没事儿，这个不重要啊。来吧，因为我给你去续一个嘉宾那位置哈。那咋整啊？那现在我打你，先给你发过去哈。哎，牛了，太牛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我不知道他经纪公司同不同意。那什么，石头说 OK 的。我觉得平时我们哥几个也大家聚了，但是这不是哥这是节目吗？节目是吧？哦，我觉得是啥？彤彤人很高兴愿意来玩，他也想见到你。那行，他自己要非常想，我们当然欢迎。喜欢我就怕人。彤彤都已经说了，他很喜欢毛雪旺这个栏目啊。那我跟他说，彤彤现在就是比较担心，怕你的经纪公司在乎这件事儿，让把你给直接叫过来事儿，你自己看看哈。关哥真行，真行啊！这个感觉无形中给你加班儿，给你们。不会，我们倒是挺高兴的，主要就是怕播出来挨骂。真的吗？因为我实在是不太懂这些东西。不会。我以前录节目就是考虑特别多，就是我以前我不做任何的话术的输出，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因为觉得怕出问题。但是其实很多年就这几年为什么敢去做输出？因为我觉得看到了很多骂声。骂你的，对，你被骂着骂着，你有时候也不给自己立一个损，慢慢会好很多，你会放松很多。其实那种放松会更方便你做自我。但是有些就没有对错嘛，就观点不同嘛。而且我有没有必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